那接下来呢？马杜，再过来。好，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现在欢迎各位收听广播电台。哦，是我啦。好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歌，就是在我们聚会所里面会唱的歌。那这个歌叫做《长歌一》。对，那为什么会叫长歌一，就是因为它的段落非常非常的长，那会那个无限轮回，所以会觉得说这首歌很长，所以就叫长歌一。那真正的名字叫聚会歌，这是老人家在聚会所里面聚集的时候，他们在聚会所都会唱的第一首歌，叫做聚会歌，这样子。谢谢。我现在要带大家回到1996年。好，就不讲了，直接唱。Oh!
一起举杯敬郭一南阿公跟阿妈。哎，一杯敬。听得出来，他稍微很感动，因为老人家的那个长辈们传给我们的歌曲，然后其实一度陷入，我的杯子啊，我的杯子已经空空了、啊，我的空空了，已经早就，早就了，已经，你看看。干了，都裂开了，不会是你呢？好好我，满满的哦，要停哦，好了啦，酒很贵呢，喝一下啊，海啸喝吧。还有刚刚那个不止1996了，那个今年四大运的时候，吉他手，还有上场表演这首歌，咦？不然我们一起喝这一杯嘛，哈，要刚刚好喝到那边哦。我们很团结啊，我感情很好呢，所以他的肚子才会这么大。放狂吗？讲别人的肚子，先看看自己的肚子，马上收小腹。你知道最后一个人很可怜，然后很多。不会，我们不会对他那么好。他可能还要扭干那个杯子。对哎呦呦，加码加码，耶！加码加码。原来你们喜欢看这样的表演吗？等一下再喝回来，看看到这边是不是满的。不要到这边越来越大杯就好了、哦、掌声鼓励，完美完美、欸、杯子要装满再还我、哦、不然空空的不好看、啊、那个我们的听众会抱怨、啊、好，那刚刚讲到我们老人家就是传给我们 这些歌曲有很多，但是有些已经我们追不到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努力的把这些歌曲把它传承下来，然后呢唱的有声色，但是声